好，我是雷佳。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，接续奋斗，青春万岁。2022年5月3日，关注河南卫视，关注中国青年报，收看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《青春万岁》。奋斗者正青春，坚守信仰之光，指引青春之路，青春沸腾，青春万岁。